天天这么盯着我累不累？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儿子，为什么只有你自己回来？有些事儿真的不记得了，我就想重新开始。谁在警察？我县飞龙游戏厅附近，三名青少年失踪，希望知情者向肇阳县刑侦大队提供相关线索。我这店里确实进了一个老太太，挺可疑的，我觉得八成跟她有关系。是这个样子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她，就是这人。你给我仔细看，线人提供的窝点位置和我们抓到的买主描述的位置，基本上是吻合的。我把小杰带回来了。小杰，你啊，既然能够恢复记忆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们离开游戏厅以后的事情？哦，你说这个男的呀，是不是就是你之前说那个叫庆爷那个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被卖到了河西，我哥跟杜一被卖到了别的地方？小七的日子过得舒坦啊！你们要干嘛？庆爷交代的事儿你办妥了吗？快给我回去吧，庆爷等着你呢啊！你妈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，我是觉得她不能失去你第二次了。你没有发现什么？